来，那我要我，那你可以说一下你为什么要选这只？哦，因为这是 FAG 出到现在这么多系列以来，嗯，第一只比较幼的树体。它有比较短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它比较短，有短就是有比较短版的树体，它是短版的身体，比较、哦、这个身材比较类似我们。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很多普通玩家不懂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他们觉得说 我也是普通玩家，你不普通云玩家，你的云你是筋斗云，你是 Cloud， 你是筋斗云，就跟 FFC 的 Cloud 一样。哦，是这种云啊，没有没有错。你什么时候才要回那个网游的世界？嗯，称霸一方。我多大岁数？你就是一个退役的超级玩家。真的，其实我是退役玩家的。嘿，有点撞到，算还好。不过你要拿来当材料啊？这不是材料，这整只都要用到吧？本体就对了，本体就要用到，也就是你要使用那个树体。太酷了！哇，有酷酷脸。对啊，有酷酷脸，有张张嘴。这下，对我就把在这里加牙齿，下下，好像也不错。所以真的就是要这样用的，是吧？我本来是想用那个货月，可是它延到明年二月，这就跟我的计划不相符。Open， 我觉得我突然觉得货月可以用来做其他的哦，特点的、哦、特点在这里，压到下一件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要因为就是要这个啦，这个要这个哦，你要自己涂。因为我、啊、因为莎莎的眼睛就不是这样子哦，可是他的那个原本的脸印刷脸也有就对了，原本印刷脸还有啊，这个是白毛，跟莎莎一样的白毛，白毛这样、哦、让这个脸也好了，多一组还可以改、啊，没有错啦。那我要扫地机器人哦，好，可以，那拿真的扫地机器人来换配啊。话说我的扫地机器人好像又挂了哦，居居，这个是手。大概看一下，你就直接看你要看的地方吧，不用管我。点在这里。是的，其实还蛮小脸的，这跟 FAG 比真的比较小一点点嘛。这个树体就是它的身形比较不一样，有那个涂装的零件。水贴，哎，这边有一个涂装的零件，哪里？在水月下面、哦好，看一下那个，就是那个啦。哦，裙摆，看这个现在都涂得很好，你有发现吗？其实还不错，真的，这个我们遮都没办法遮这么漂亮。他们都用字句喷涂的，没有错。这个说明书，看你要不要看嘞？看。希望是这个是跟你的预期有一样吧，就可以使用。有真的有一样。你是已经调查好再买的？当然，我那么穷。我如果很有钱，我就什么都买。可恶啊！这张，他送给Leo，是贿赂给他。他有没有我说的那个？你看他比较小一只，不是小，他比较矮，哦、不是比较小。欸、其实这张图就看得很清楚，这个感觉。好、哦，期待你的使用，真的比较 Q 哎、欸。我们也期待阿燕的使用。嗯，我又没有这一只。啊，你可以啊，你不是说你要做别的？哦，好啦，有，我有要做别的。好，我们就相信阿燕说她要做那个 Pico 了。但是这应该2021的事情，影片应该也是2021才会上。